你知道你啥时候过生日不？明天吗？啊，那你想要什么礼物不？我想说我吃顿烧烤行不？就吃顿烧烤啊，过生日就吃烧烤啊。那平时我也吃不着啊，过生日不吃啥吃？那还能吃着吗？就吃烧烤就行啊。嗯，就这么点劲儿，能满足不？不，那烧烤平常不老吃吗？过生日爱吃烧烤啊？老吃？什么是老吃？啊？我都几岁了？你几岁了？我都四岁呗。啊？四岁总共就吃过两回烧烤，还多呀？还什么老吃老吃老吃的？哪回你带我去了啊？你给我说清楚，哪回你不忽悠我？哎呦我的妈！你看啊，不是说妈妈不让去，就是说没有钱儿，又说烧烤不健康，这不是都是事儿吗？哪回你带我去啊？哪回你带我去了啊？这机会可得把握住哦。怎的呀？这机会多难得呀，一年就这一回，你得珍惜。抛出能把握住不？能。这事你要办不了，我找爷爷叫你吃不了兜着走。